阿克塞尔三周非常漂亮。偷录三周接偷录三周的连跳。换组的联合旋转，节奏的变化，loop 三周没有问题。换足的厌世转。跳进的蹲转辨认，精彩，太精彩了这套节目。来自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的戴大卫，同样也是北京站的男单冠军，今天的发挥可以说是比北京站还要强很多，今天基本是做到了自己的最佳水平。开场的阿克塞尔三周落冰非常流畅，连跳偷录三周再接偷录三周没有任何问题。本赛季的选曲罗密欧与朱丽叶是编排了两段不同风格的节目，前半段是偏气势足一点，后半段是抒情一点，所以他把接续部放在了前半段。From forth the fatal loins of these two foes, a pair of stars. 后半段的 loop 三周没有任何问题。最后的蹲转速度完全没有降下来，一个清晰的辨认提及。今天的发挥堪称完美。